关王载机车骑士平交道违规案，民众社群软体 IG 贴文113年8月24日，桃园市平镇区新光路平交道一机车骑士违规临停于平交道遮断杆内，并于台铁自强号列车通过之际及时回转，现场未有人员财物损伤。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中立派出所调阅平交道监视器，已经确认违规机车车号，后续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第54条第三款进行举发。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呼吁民众行经铁路平交道落实停看听，并于停等线后方等候列车通过，以免发生事故。